愁，你没看见我眼睛也在感动，我的爱的高领跟羽绒外套哎、欸，然后一来我就说哇，你真的好养生哦。他就说 OK 啦，三温暖呢、啊，这样子对，感冒三温暖一下。可爱，这个我觉得就是跟非短暂的相处，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感觉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。然后当然除了他的音乐才华我喜欢以外，我觉得私下个性我也很喜欢，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可以来到我的演唱会。谢谢你们，谢谢邀请。我想问，我可以跟你拍照留念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怎么拍都好。你知道我就是来到我演唱会的女生都要被我亲脸颊，被我亲脸颊，好样的。好，那我就亲你了。那个，我们就看前面那个摄影师，那想举一下手啊？好，那我亲你了。